好啦 ，hello， 好又嚟到咧我哋 live tube 嘅直播嘅时间啦，我哋啱啱咧就。即係啱啱上個禮拜咧，我哋就講關於復課嘅預備啦。唔知道即係有聽嘅人咧，究竟即係準備成點咧？有冇啲咩困難喺度咧？咁呢個咧都一樣啦，同上個禮拜一樣。我哋都希望喺直播嘅過程咧，都多啲交流嘅。所以不妨咧，有啲咩咧，你留言俾我哋，甚至乎咧往後嘅一啲嘅直播，你有啲題目你想同我哋一齊傾嘅，咁咧你都留言俾我哋知就可以啦。不過講咗咁耐，我哋。因為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來到咧，都未必都唔知道我哋係邊個嚟嘅，咁我哋介紹自己先啦。我是生命教育中心的社工，我是鐘姑娘。係啦，咁我都是生命教育中心的社工啦，我是吉姑娘。大家好，大家好啊！喂，咁今日咧，我哋講啲乜嘢嘢咧？如果咧有留意我哋 live tube 嘅話咧，都知道咧，我哋今日咧，其實我哋個 live 嘅主題咧叫做繪本悟生命喎。嗯，生命啊，的确绘本咧系一个咧好好去讲生命教育元素嘅嘢，因为你谂翻啦，小朋友啊，即系你谂啊，小朋友就听一个钟头道理咧，就算系不停讲不停讲咧，其实佢都唔系好记得，但系用故事形式讲咧，其实一个故事佢已经好深刻记得。系，我成日咧都会同小朋友讲绘本啦。咁我觉得咧，好多人都觉得啊，净系小朋友先会睇绘本嘅。但系其实喺讲绘本过程，我觉得好多家长啦，好多大人咧，佢都会自己咧有好多反思啦，或者会俾绘本入边嘅一啲内容触动到嘅。咁我哋今日咧，不如就试下用家长同埋大人嘅角度去睇一本好经典嘅绘本，好唔好啊？好啊。系，咁不如咧，我哋讲下今日咧，我哋。介紹的是哪一本繪本呢？這本是一本很經典的繪本，我相信大部分有留意繪本的朋友都會看過這本書的，它的名字叫做《你很特別》。這本書是在20年前已經出版的了，是由道星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本身是一個牧師，名字叫 Max Lucado。 現在不如我們試一下很快脆地看一看 Max Lucado 是不是讲错了？没事，是吧？没事。好了，我们一起看看那本故事，是吧？我也很喜欢听故事的，其实。是啊，那我们快脆一点看一看这本绘本，让一些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它讲什么。这样呢，这本书呢是发生在一个呢叫做微美黑村的村庄里面的。这条村有什么特别呢？它特别之处呢，就是这条村里面住的人呢全部呢都是由一个叫做伊莱的木匠雕刻出来的小木偶啦。咁他们每一日呢都会做一件事的，就是呢他们会不停跟身边的人呢贴贴纸的。贴什么贴纸呢？就是两种的，一种呢就是星星贴纸，一种呢就是灰点贴纸。咁如果他见到一些人呢生得啊好靓喎，呢个佢个鼻好高喎，咁咧佢就会贴一张星星贴纸俾佢啦。吉姑娘，你好靓啊！多谢。或者咧，佢见到一啲人咧，去做一啲嘢做得好叻啦，好能干嘅话咧，佢都会得到好多其他人帮佢贴呢个金星贴纸嘅。你把声好好听啊，吉姑娘。多谢大家支持，但系咧。有一些人呢无论他怎样努力他都得不到金星贴纸，相反呢他会得到很多灰点贴纸，可能呢只是因为呢他的油漆没那么漂亮，那就会被人贴一些灰点贴纸了。哦，so sad。是，所以呢每一个木偶人身上呢他都有两种不同的贴纸的，但是呢有些人呢无论他怎样努力的话他都拿不到其他人的赞赏的。好像这本故事书的主角他叫半哥，他就是一个呢身上只有灰点贴纸的木偶。半哥呢其实他都很努力想去做得好一点的，他呢希望呢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啦或者赞赏啦，但是呢他无论怎样努力呢其他人呢都只是会给一些灰色贴纸给他。可能有时因为他做得不够好，也都可能很简单是因为其他人看到他身上没有星星贴纸，所以就不会再在他上面贴一些星星贴纸的。那这件事令到半哥他 很沮丧和很失望，他开始不想和这些人相处，他不想再在这条村里面被人成日笑样，所以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去生活离开这条村庄。有一天他们走下就见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女仔，这个女仔有什么这么特别呢？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女仔原来她的名字叫做露西亚。
鹿星系有咩咁特别呢？原来佢身上边咧系一张贴纸都冇嘅，无论系星星贴纸啦，定系呢个灰点贴纸都冇嘅。咁半哥咧觉得好好奇啊，佢觉得哇，点解呢个女仔系咁犀利嘅咧？于是乎咧，佢就同佢倾偈啦，就话喂，点解咧你身上边一粒贴纸都冇嘅？嗯，好简单嘅啫，因为我每日都要去揾伊莱咯。哦，伊莱啊，佢咪嗰个创造我哋嘅人咯。嗯，是啊，但是我咁冇用，佢会唔会肯见我噶？你自己去睇下佢咪知咯。去啦，佢就住喺山丘上面啫嘛。虽然咧，路西亚鼓励半哥去揾伊莱啦，咁但系咧，佢都好担心伊莱唔会见佢，佢就翻屋企咧考虑咗足足一个夜晚啦。咁最尾咧，佢都鼓起勇气咧，决定咧去山丘上边去揾伊莱。佢行入伊莱间屋啦，推开嗰栋大门，见到咧佢喺张工作台上边做嘢。佢好小心翼翼咁样爬上张工作台上边啦，望住伊莱，佢就同佢讲啦：伊莱啊，点解咧你要做一个咁冇用嘅我啊？哦，半哥，我等咗你好耐啦。半哥啊，你咁样讲，似乎有好多人俾咗啲唔好嘅标签你喎。不过咧，无论人哋点样睇你，对我嚟讲都唔重要啊。因为你喺我心目中咧，你系好特别嘅。吓，我有咩咁特别？嗯，因为你系我做噶，喺我心目中你系独一无二，而你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噶。半哥咧，从来都冇听过有人对佢讲一啲咧咁认真嘅说话啦。佢觉得咧半信半疑咁样啊，但系佢望住伊莱咧，觉得佢嘅眼神好诚恳啦，好真挚。佢咧有啲相信佢讲嘅嘢咯。半哥啊，当你相信咧我系爱你嘅时候，你唔再在乎其他人嘅贴纸，啲贴纸就唔会再贴得住你噶啦。半哥咧，佢决定咧试下听伊莱嘅说话啦。咁佢就慢慢咁样离开伊莱嘅屋企啦。好神奇嘅系咧，当佢离开伊莱之后咧，佢发觉佢身上边有一张灰色贴纸，自己无啦啦咧就跌咗落嚟。原来咧，伊莱讲嘅说话都系真嘅。当佢唔再在乎嘅时候咧，同埋佢相信伊莱嘅说话咧，呢啲贴纸咧就喺佢身上边再贴唔住啦。这个故事讲到嚟呢一度啦。咁咧，我哋今日会由两个角度，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哋對呢本故事書嘅一啲個人嘅反思同睇法啦。係啊，我唔知咧，大家啱啱聽完呢一個故仔之後咧，你第一時間諗咗啲乜嘢嘢啊？我咧就先從爸爸媽媽嘅角度去講啦，因為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啦。當我第一下咧睇到即係聽到呢個故仔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嘅世界咧，其實都係殘酷嘅。因為咧，佢哋同大人世界都一樣，有好多嘅比較啦、競爭啦。喺呢啲咁嘅底下咧，其實因為有都係依然有好多嘅道德嘅規範好，有啲嘅審美觀都好，令到咧人同人之間咧有好多嘅比較喺度。咁就好似咧，萊美克村即係嗰個村莊裏面啦，每日大家咧就係做住你睇我，我睇你，互相貼貼紙咁嘅情況。但係當然喺咁嘅底下，有啲小朋友就會係受歡迎啦，有啲咧就唔受歡迎。而半哥喺呢個故事主角咧，佢就係偏偏係就係一個唔受歡迎嘅小朋友，滿身咧都係灰點噶。當咧，我有時候都喺度諗噶，一個滿身都係灰點睇自己嘅小朋友，究竟佢諗緊乜嘢嘢咧？其實都好沮喪噶，甚至乎咧亦都會咧懷疑自己，究竟我係咪一個咁好嘅人咧，所以你睇到故事裏面，其實阿半哥講：我咁差，點解你要製造我啊？甚至乎佢自己咧都唔中意自己，甚至乎亦都咧唔想再去見到人啊。係啊，其實本身咧，我哋好多人咧，自己本身都唔係咁多缺點嘅，但係咧，因為其他人嘅標籤啦，而將呢啲缺點慢慢咁放大。咁本故事書入邊其實都提到咧，有啲人咧其實佢只不過係因為半哥佢唔認識佢嘅，只不過係因為見到佢身上邊有灰點咧，就好自然咧貼多啲灰點落去。咁其實當你未認識個人，就靠呢啲標籤咧而對佢有一啲評價嘅話咧，會令到佢咧可能會產生更加多嘅自我懷疑啦。咁自信心咧都會越嚟越低沉嘅喎。係啊，所以咁作為爸爸媽媽啦，假如阿半哥就係我哋自己嘅小朋友，佢嚟到你面前，你睇到佢滿身都係灰點，亦都講真，即係坦白講嘅，其實呢個好容易跌入一個陷阱嘅，因為灰點咧係最突出嘅，
人最容易去睇到咧，就係黑色點點嘅位置，好想抹走佢。係啦，即係如果俾我嗰個阿半哥係我嘅小朋友，佢嚟到咧，講真，我應該會好心痛，甚至乎咧好焦急、好著緊咧，好想一下子咧幫佢掹走曬所有嘅灰點。但係啲灰點偏偏就係掹唔走，咁點算啊？可能有時候我哋仲好容易跌入一個陷阱，就係話啦，啊，你有呢一個嘅灰點啊，你改咗佢啦。譬如話，你有呢一個灰點啊？你點解啲人唔中意你啊？因為你搞搞震咯，你咧掛住咧搞搞震，咁啲人咪唔中意你咯。甚至乎咧，我哋都好想去話翻俾佢聽，你有呢個灰點，你去改變啊。咁但係當一個小朋友喺呢個過程裏面繼續去聽嘅時候咧，其實佢會慢慢咧都會越嚟越懷疑自己，同埋咧就冇自信喺度嘅喎。嗯。咁點算呢？咁究竟我哋應該一個乜嘢嘅態度去回應小朋友呢？其實我覺得喺呢本故事裏面，我睇到咧，阿伊萊其實示範咗一個好好嘅方法俾我哋，就係當小朋友連自己都開始唔係好中意自己啦，懷疑自己嘅時候咧，其實阿伊萊用嘅做法就係同小朋友最簡單，同佢傳遞話俾佢聽，佢好愛佢，用個愛咧去傳遞俾佢聽，去同佢墊底喎。咁但係阿伊萊嘅愛咧？其實我會咁睇咧，係俗稱一種叫做無條件嘅愛啊。咁但係我想喺講無條件愛之前，我想做個對比咧，就咩叫做有條件愛？有條件愛咧，其實我哋平時都好順口可以講嘅。有條件嘅愛就係意思係咩咧？係一啲嘅因為同如果嘅程式嚟，即係咩嘢咧？如果你乖，咁我咪錫你咯。因為你成績好，咁我就會中意你啦。你咁曳呀，我以后都唔要你啦。呢啲因为所以如果咁样去话返俾小朋友听呢，其实会令到小朋友呢佢觉得呢你爱佢其实係爱佢嘅行为啫，而唔係佢本身爱佢嘅人。如果佢唔再做呢啲行为，唔能够再执到嘅时候呢，其实佢个人就会冇价值啦。咁所以小朋友咧嗰個冇安全感，就就會越嚟越懷疑自己，甚至乎咧越嚟越在乎咧每一個嘅評價，點樣去評價佢自己。咁但係阿伊萊咧，佢示範咗另一種叫做無條件嘅愛。咩叫無條件嘅愛咧？即係話無論你做你嘅行為係點，無論你做錯咗啲乜嘢，甚至乎你有幾失敗都好，但係我永遠都會係愛你，唔會離開你咯。系啦，所以喺个书里面咧，阿伊萊就同阿半哥讲，其实你系独一无二嘅，我唔在乎其他人点样讲你，但喺我心目中咧，你系独一无二，你都依然系好重要噶。咁呢一种嘅爱嘅表达方式咧，其实会令到小朋友第一有安全感啦，第二就系咧，其实令到佢咧建立咗一个管教嘅基础喺度。無論即係佢去即係犯咗好啦，佢願意去坦誠去話俾你聽，佢唔需要介意你究竟你會點評價佢，但係佢有困難、有錯誤嘅時候咧，佢會坦誠話俾你聽，咁你先有機會咧去同佢逐一咧去做解決嘅。咁所以無條件愛之後咧，其實就係一種即係先至慢慢咧有個基礎之後咧，你管教你先至會更加容易，即係先會更加順利同聽得入耳啦。係，其實我覺得點解係呢本書叫你很特別呢？其實唔係代表咧，半哥淨係有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優點，而係佢有一啲，我覺得佢係無論灰點好定係星星好啦，呢啲都係每一個人佢自己本身嘅特點。這個特點可能有啲係好嘅，有啲係唔好嘅，所以就建構咗我哋每一個人成為特別嘅自己。咁呢樣嘢咧，都係我諗係家長俾小朋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是、我哋每一個人未必每一樣嘢都做得好嘅，但係我哋接納翻自己啦，同埋家長咧都會因為唔會因為呢啲嘢咧係。而影響對子女的愛咯，同埋即係我哋點解覺得每一個小朋友都是獨一無二呢？譬如我用個即係聽完聽姑娘咁講，譬如我用個例子，一個小朋友很好動嘅，其實好動活潑積極咧，其實我成日覺得呢些性格特質咧係一啲好忠誠嘅嘢。但有陣時咧，譬如話，但係一啲活潑好動嘅狀態咧，你擺到一個要安靜嘅課室咧，其實佢就係一個灰點嚟。但是如果你说不是，他放在一个运动场上面他去跑，其实是一个星星来。
所以其實每一個嘅特質性格其實冇一個絕對嘅好壞之分喺度咯。咁所以當我哋明白呢一個道理嘅時候，更加話俾你聽，其實呢個就係只係你嘅特質，你嘅性格嚟，冇好同壞。但係無論你係點樣樣都好咧，我都係愛你咧。咁呢樣嘢咧，俾小朋友有個知道嘅咧一個感受喺度啦。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都喺本書裏面睇到，如果做父母角度能夠傳遞到無條件俾個愛嘅小朋友咧，應該係一生受用嘅。係，咁我都想講下，就係可能家長咧，佢都會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好好啦，傳授一啲無條件愛俾小朋友。但係有時咧，可能我哋有時都會唔覺意咧，就會睇到小朋友有啲嘢唔好啦，好似頭先講過啊，我哋想會即刻俾翻啲提點俾佢咁樣，咁我都想用自己嘅一個小經驗啦，講下有時家長咧可能會唔小心，都唔係惡意嘅，可能唔小心咧幫我哋小朋友貼咗一啲灰點，而對佢可能有一啲影響嘅。咁咧話説咧，啲灰點喺邊啊？灰點啊，得翻一粒啫。話説咧其實我一出世咧就喺個大髀嗰度咧有一個胎記啦，這個胎記咧其實應該大過呢一個貼紙噶，咁但係就冇咁深色嘅，都係啡啡灰灰咁樣啦，喺大髀度嘅。咁喺我細細個嗰陣啦，可能幼稚園啊低小呢個年紀啦，咁我屋企人咧都會笑我嘅，就會話呢度有一啲瘌啊咁樣啦，咁樣笑我。咁其實我知道係冇惡意嘅，但係呢樣嘢咧會令到我自己咧好介意呢一個胎記喎。咁我細個咧好怕咧著短褲或者裙嗰陣咧，俾人睇到呢一個胎記嘅。但係其實佢好淺色，唔係咁多人睇到嘅啫。咁同埋因為喺嗰個位咧，其實都唔係咁礙眼嘅。但係我自己咧就會成日覺得啲人企喺我後邊，我就好驚排後邊嘅同學仔睇到我得啦喎。咁咧可能又咧成日咧可能唔想背住人哋咁樣啦。咁都對自己可能都我諗都係一種冇自信嘅表現，或者係介意自己有啲嘢唔夠好咁樣。咁呢件事咧，隨住我慢慢大個啦，就開始屋企人都冇點提啦。咁我自己咧發現咧，原來其他人唔提咧，我都開始慢慢忘記咗我有呢一沓胎記喺度嘅喎。咁咧，我睇預備呢本故事書嘅時候咧，我諗下發覺其實我好似已經好耐唔記得咗呢一個胎記。我甚至咧特登走去洗手間度望下，其實會唔會大個咗之後冇咗咧？其實仲喺度嘅，但係因為咧我冇再留意佢啦，發覺原來當我唔留意佢嗰陣咧，其實佢喺我身上邊咧已經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啦。係啊，佢有冇喺度咧，其實都唔會影響我生活，我都唔再介意人哋睇唔睇到，或者係有冇介意。驚俾人哋睇到，我自己有一笪胎記。咁所以吉姑娘你講咧，一個係一種即係個過程啦。即係雖然人哋有唔同嘅評價俾你啦，但係當你自己慢慢唔好留意啊，唔好留意，或者人哋冇再提嘅時候咧，其實你會淡忘咗啊。咁即係我講完父母嘅角度啦。吉姑娘，如果即係喺自己睇翻自己嘅角度，我應該點睇咧？你覺得呢本書？咁我頭先都講過啦，我睇過呢本書好多次嘅。咁我睇得多咧，我就會覺得其實呢本書咧，好啱大人去睇嘅，點解咧？咁我覺得咧，其實而家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好似木偶村入邊嘅小木偶咁樣，就係咧，我哋都會有一盒貼紙跟住我哋嘅。呢盒貼紙裝住啲咩咧？可能你哋都有喎，睇下先。我相信大部分嘅你哋咧都會有呢盒貼紙嘅，就係有呢一啲貼紙啦。呢啲咧就喺我哋喺唔同嘅社交媒體上邊咧，係要嚟係俾評價俾人嘅一啲貼紙啦，有 like 啦，有笑哈哈啦，有嬲嬲豬啦，有愛心啦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透過標籤去話俾人聽，我哋對佢嘅一啲評價啦。咁係好事嚟嘅，譬如我哋頭先咧都會叫大家俾啲 like 我哋，等我哋知道原來有人睇緊啊，有人支持緊我哋嘅。咁但係我睇翻可能身邊嘅朋友啦，有時咧都會知道佢哋其實好介意人哋有冇俾 like 俾佢嘅，又或者好介意嘅 like 數咧多唔多喎？可能咧佢今個出咗一個 post 啦，好多 like 嘅，咁佢會好開心啦。咁如果出咗另外一個 post 咧，發覺如果冇人 like 嘅話咧，佢就會諗下究竟係發生咩事咧？係咪自己做得唔夠好咁樣咧？咁我會覺得可能呢樣嘢咧，會影響咗佢一開始發呢個 po 文咧，可能係只不過係想同人哋分享自己嘅一啲生活上嘅事啦。但係慢慢咧，會因為其他人嘅
中唔中意佢啲啊，即係有冇撳贊啦，有冇贊好啦，有冇 like 咧，而影響佢個初心啊，令到咧佢可能唔係單純想分享，而係咧想得到其他人嘅認同。咁同埋呢樣會影響到佢自己嘅心情咯，即係可能啊，我原來我分享都要諗咁多嘢嘅，諗下人哋中唔中意睇啦，諗下自己做得夠唔夠好啦咁樣。咁你身邊有冇人會咁樣做咧？覺得啊，反而我就咁樣聽吉姑娘咁講咧，即係令我諗起，即係其實 like 咧，希望人哋得到人哋認同咧，其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係啊，但係如果完全依賴咗其他人嘅評價 like 啊、嬲嬲豬啊，你點樣去睇自己咧？其實又好危險嘅喎。我突然間咧諗翻起咧，我自己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咁我係會考出身嘅，咁呢個真係年齡揭露機啦，我係考會考嘅，係啦。咁喺會考出身嘅時候咧，咁我都會讀書嘅，咁我都好勤力讀書，日日夜夜讀書。但你知道讀讀下咧，其實個腦會閉塞嘅，你總係會有啲休息時間。咁當我攤喺度嘅時候咧，咁啊偏偏嗰啲時候唔知點解咧，總係啲屋企人會見得到嘅時候，咁屋企人就同我講：喂，你咁懶㗎，點解你唔讀書㗎？你究竟有冇俾心機㗎？咁你諗下，如果我完全去接收呢啲評價嚟做睇我自己咧，其實我會否定曬我所有自己嘅努力喎。但係唔係喎，我要攞一個好似過濾嘅篩出嚟，去睇一睇，睇一睇嗰啲嘅意見同諗法。如果嗰啲嘅意見係善意嘅，嗰啲意見係已經係了解咗好多嘅背後底下而俾你嘅，咁呢啲嘅意見就當然吸收啦。但係如果嗰啲嘅意見係其實，都未了解得曬，或者只係，我見得到你咁多星星，完全冇黑點，我就想俾個黑點你。咁樣嘅意見俾你咧，其實呢一啲咧，可能我哋就要篩走佢。係，係啦。咁所以當我哋即係聽人哋嘅意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攞一個過濾嘅篩出嚟，去再睇一睇嗰啲意見究竟啱用嘅留低，唔啱用嘅其實就要篩走咯。係。同埋，我覺得自己都要有一個懂得分辨嘅心啦，懂得分辨啊，唔好講話頭先批評惡意定善意，可能有時讚好咧，我哋都要睇下啊，分辨下呢啲讚好其實係咪真誠嘅讚好，定係其實一啲形式上邊嘅。佢讚好咗係咪代表真係支持你咧？咁樣咁，譬如我又係一個咧成日唔記得撳讚好嘅人嚟嘅，咁我但係咧我可能會睇曬成篇文啦，可能好認真去睇曬成段片啦，咁樣咁但係咧只不過係我最尾唔記得撳 like 或者唔記得撳讚啫，但係其實唔代表咧我冇睇到，我冇關心到一個人嘅喎，咁我覺得其實調翻轉，可能有啲人佢只不過係撳咗 like 撳咗讚，但係咧其實佢都冇留意根本你係發生緊咩事嘅，咁我諗係都要自己有呢個識得去分辨嘅心。好似咧其實伊萊佢喺故事入邊咧都有講嘅，佢就有同阿半哥講啦，就話啊，其實其他人幫你貼標籤貼貼紙咧，你唔需要介意，點解咧？因為佢同你一樣都係木頭人嚟嘅，咁你只需要在乎咧伊萊嘅睇法，咁當然呢個故事佢嘅宗教色彩比較重啦。咁我有時喺生活中我都會諗啦，就係、是、啊，其實係啲人佢可能去踩你或者話你唔好，咁佢係邊個咧？點解我一定要用佢嘅標準嚟睇自己咧？咁啊，點解我唔可以相信下自己對自己嘅睇法，或者係按照自己嘅一啲諗法去做嘢，而要跟住人哋標準去做一啲自己唔中意做嘅嘢咧？咁樣是啊，所以啦，即係話當然個 like 其實要分辨一下啦。咁喺唔清楚嘅時候，當然可以問一下人啦，或者甚至乎，如果你而家真係有聽緊我哋講嘅，就不如撳個 like 嚟睇下啦。係啊，我見到有人講咧話啊，呢個故仔好好啊，咁樣都可以咧講下。真係有人睇緊，有人撳 like 㗎。你覺得你中意邊一個部分啦？咁我仲見到咧，有人係我哋工作人員嘅女兒喎，啊，可能係我哋同事嘅同事嘅女啦。雖然我都話有仔女，但係應該咧呢一個就唔係啦。咦？哇！即刻有好多人 like 同肯定嘅，俾咗好多心心啊，嗰啲咁樣。係啊，係啊。咁即係證明乜嘢嘢咧？即係證明有時候我哋要溝通一下，即係一個 like 或者一個嬲嬲豬好，其實唔代表啲乜嘢嘢。反而你直接去問人啊，有冇睇啊，有冇聽到啊？真實一對一咁樣去溝通咧，其實呢個先至係最自在，或者係最坦誠、
最了解得清楚對方的一種諗法的方式。是啊，咁我哋當然講咗咁多咧，其實唔係話咧，我哋唔應該撳 like 或者咧係唔應該咧用咁多呢啲社交媒體上面嘅贊好啦，因為我哋有時都會成日教大家咧多啲去讚美、去鼓勵其他人嘅。咁只不過係我哋去點樣睇呢啲 like 同埋贊好啦，就係、是、有時可能佢未必每個人咧都會睇到你嘅優點。或者可能佢一啲批評令到你咁唔開心嘅，咁但係我哋要記住就係呢啲建議啦、呢啲批評啦或者啲標籤咧，其實只不過係其中你嘅一面俾人哋咁樣評價嘅啫。但係我哋一個人咧係好立體嘅，我哋有好多面，可能我哋其中一面做得唔好啦，但係其實我哋仲有另外嘅好多面咧，都係代表我哋可能做得好嘅。咁唔應該淨係靠其中一方面其他人嘅一啲主觀嘅一啲睇法啦，而咧係影響我哋判斷自己做得好唔好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嗰、那個即係純粹睇呢本故事書啦，咁我哋就純粹將我哋嘅感受咁樣去。即係分享出嚟啦！你自己聽完呢個故仔，有冇啲咩特別嘅諗法咧？如果有啲咩特別嘅諗法，你又不妨留言話俾我哋聽啦。我成日覺得互相去交流、去坦誠咧，即係大家嘅諗法咧，會有啲衝擊出嚟嘅。係啊，咁仲有最尾一點咧，我都想提一提嘅，就係、是、我哋一路講緊啊，點解 like 係咁緊要咧？可能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心入邊都有一種恐懼啊，就係咧驚人唔中意自己啦，或者係驚人哋幫我哋貼呢一個灰色貼紙啦，灰色貼紙啊，一個唔好嘅一啲標籤啦。咁可能睇呢本書咧，頭先都講啦，呢灰點咧，其實佢都係我哋其中一個特點嚟㗎。我哋冇可能咧將所有呢啲做得可能冇咁好嘅地方咧都移除嘅。咁可能呢本書睇完之後咧，都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勇氣啦，同埋信心啦，去面對呢一個頭先鍾姑娘所講嘅殘酷嘅世界，係咪？係咁，可能我哋都需要一啲勇氣同埋一啲信心，透住呢本書啦，去面對翻我哋嘅世界。嗯。好，咁啊，即今日我哋就翻到呢一度啦。咁有啲咩就留言话俾我哋听啦，或者之后你有啲咩想听、想讲、想分享，亦都不妨留言俾我哋听，我哋就一齐倾下啦。咁我哋嚟紧咧，其实都仲有直播嘅。系啊，至于内容系啲乜嘢咧，咁我哋就要留意住LiveTube page 嘅之后嘅宣传啦。系啦、啊，好，咁我哋到时再见啦。系、啊、，OK， 拜拜。